来哦，线上的高人甲你问一下哦，这个所在哦，它长这个绿毛藻，这到底好阿歹？啊，伊这是红的啊，啊这边是长这个绿色的，啊同学讲，实际上什么什么高等什么什么藻类哦，高级藻讲这是好的，目前来看后面那个，包括后面的那个背板有无？它已经开始长绿色的那个藻了，安尼讲，刚刚好像开始稳定。哦，目前看迄种红泥藻已经无去了，哦，就是生长啊，但是忽然间看到它有这一撮那个毛哦，这撮毛，这种刚好说要给它烤掉。这个红那个红毛，这个好像是好的啦，这有鱼来吃。哦，这个也是，啊，佫有叫生这毛球，就是一个毛球。啊，生这到底毋知好啊歹哦，有这个毛好或坏，同学甲我讲者。啊，这海葵我拄好要用物件互伊食，才惊着，才救起来。好，啊，这个它又长出很多管虫，顺便去翕者。哎呀，小管虫哦，你咧大呢？哎呀，想过去而已。哦，这丛是你阿五的，这嘛是想过去而已哦。好。这来，你啊看者啊！我再清都是用这一根，安尼有那个盆无？该盆，盆一挂垃圾甲盆掉，无安尼，这样盆。啊，伊拄啊只有珊瑚叫我盆一下。我特别会食虾啊，啊，这个我有喂虾啦，这个有虾，吃虾，啊，这嘛有吃虾，啊，管虫应该免饲啊。啊，这食海苔啊，海苔尾啊，这实况才看者，啊，你看者，吼，伊食遐落，那伊个肛门规缩起来呢，吼，够像括约肌个，惊着。哦，都咬人家看者，目前是觉得肛内的状态应该是不错啦。哦，啊，伊只迄个啥绿毛藻生出来，哦，伊就是加，即撮生生较济，啊，你甲我看者啊。